许多来过富冈渔港的民众，眼尖的可能有看过一位打扮腰高咪勒、身材纤瘦的谢小姐，可能还会停留脚步与这位小姐一起合照呢。谢很多在打扮啊，谢很多在那打扮，这种对安尼打扮就不好的对吧？哎。啊，衫是拢家己去买的嘛？衫我拢家己看介意啊，菜市啊买。啊，有的一般拢是朋友送的啦。啊，就有阵看啊，遮游客介济啊，啊，遮游客介济哦，啊，即马就看人的穿衫，安怎穿就爱看。哦，啊，就时间若讲有，若去台东啊，拄好去看到，然后啊，家己落去买条配啊，看要安怎穿，安怎穿啊。还好啦，嘛是会啦。伊安尼，因为人客来好奇哦，啊嘛是会，生意有加较好咧。你感觉伊安尼做人啦？做人介好啊，伊只嘛拢介好奇啊，系啊。其实谢小姐她是嫁盖男人呐、啊，因为勇敢做自己，坦然面对人生，所以不怕别人的眼光，而且一穿也有穿了30年的女装了。只要当天没有出众的工作，就会按照心情打扮成漂亮的女生，让自己高兴一下。东台新闻综合报道。